这真不错啊！进口，进你口，等一下，进你嘴的过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记得今天刚卖货的时候，卖什么的时候，你们也做进口了？进口的什么？奶酪吧。 哦，对对对，今天我们卖奶酪棒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进口的是进口奶酪棒，你是不是啊？我也没吃，人家问是不是进口奶酪棒。兄弟们，刚刚那个奶酪棒，我们今天卖了吗？是不是啥呀？是不是他也放从奶酪棒到现在都过去三个小时，三个小时，你开直播开三个小时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有，是不是小子也进口了？ 给我吃了两个奶酪棒，奶酪棒，你还给搞了一套，你看有意义吗？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！老妹儿，What？ 你盯着你眼神看着我没事儿，你看刚刚那个品牌方出去是多开心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是我们肉骨草堂的藕粉，然后我们也是一个十几年的品牌了。然后我们在线下也有三千多家专柜嘛。对，我们今天这个桂花坚果藕粉里面是加了那个坚果的。先看这个坚果的，这个多少克啊？350克。来，老妹儿，来看一下直播间多少人，看一下。 九十五万，好，你当了这么多人面，你降啊，报多少克？350克。350克，乘以，乘以0.3对吧？30%。对了，你坚果是不是105？对，确定吗？那能称吗？他这个都是单一。 回来好吃，来喝。老妹，你看又哪个？Nice。帮你倒吧。哦，他这个，你这个藕粉真的是粉耶，不像我们上次卖的那种。对，我们说他真的是粉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这能敢吃吗？你敢的，我也。你试一下。我的妈！这什么玩意？甜的啊，甜的，但是确实是甜的。 但是都不能干吃啊！我的妈！你一百46啊！Nice！这怎么是粉红色的呀？看一下，我们这个要洗脸干嘛的？你洗头洗头啊？哎！拿来拿来！哎！给个面子啊！ 哦，这是应该是沐浴露，没关系，是沐浴露，洗发水，索肤特洗发水。啊，其实我们也挺难的，对吧？对，咱们呢，嗯，这个品就不试了，马上再吹了一下，马上再洗个头，头发都洗没了。你看，我觉得你这就啊，挤出来给大家看看就行了。哎，这个洗就不洗了，好吧？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，浪费，确实浪费，是不是？ 我们这个洗，我们就温柔点洗。首先啊，首先来，你这样，我们是不管谁洗，我们温柔一点洗，好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老天爷就是让我给你洗，你知道吧？你就认了吧。干洗不行。别给我脸。 越不行呀、啊，这音乐太温柔了，这音乐。别放这首歌，真烦呀，烦死了！你好洗不要洗脸干嘛的？你洗头洗头啊？别停停停！ 你洗面奶啊，105克。
小杨哥直播间带货抽纸，当问到品牌方一包有多少抽时，品牌方说有100抽，小杨哥不信要测试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小杨哥怎么测试的。零点一克啊，零点一啊，一克，一克什么零点一？好可怎么头发撕了？啊，一克，一克，好，我先把纸张都打开，你就直接放啊，不就行了嘛？好，来，这刚刚出了几个？出了几个呀？啊，把这个拿去用，放到我去，放到我办公室我来用。这个新的啊，一个是100克啊，一个是一克啊，一个是一克，105克，7.6，小杨哥发生了什么？这么激动？原来小杨哥直播间来了一款玻璃海苔，小杨哥因粉丝要求测试玻璃海苔及含量。不显了，那谁的数字一下都坏吧？数字不显了，你看到没有？7.6，哎呦，吓死我嘞！兄弟们看啊，7.6克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39.9。我们看一下小杨哥和小杨嫂是怎么互相拆台的。您内裤正着穿，反着穿，我都别扯，停了啊！别乱说，这没有这事儿。别让你睡觉喜欢磨牙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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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磨，你不磨。我怎么感觉这俩人在撒狗粮？你那叫磨，你那叫我的妈，你这。你磨牙也是那样的，好吧？对着我耳边。小杨哥和小杨嫂互相拆台后，小杨哥直播间来了一款洗地机，咱们来看一下小杨哥又用什么方法测试的。这时小杨哥把一包纸巾扔在地下，用洗地机测试，品牌方直言太大了，太大，来吸起来。随后小杨哥又把鞋脱掉让品牌方测试，把我的鞋洗，看来没洗。啊，不洗吗？别洗了，那这品，来换下一个品，这品牌方直接拉黑。市场价3000多的洗地机被小杨哥打下来了，1799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是吧？运费险，有运费险，还有运费险，1799，自保一年，自保是一年，放车。不行不行，这牛肉粒不行，狗粮啊，啊，就狗哦，就狗闻到它就想吃，对，对，你确定？确定哥，确定。你确定就是，过来，哎，来来，你确定就是狗，嗯，闻了。就买回去他就吃，就喜欢吃。吃不吃我吃。等我两，等我两分钟。不能，你不用吃。Later。啊。啊。开始测试啊！只要狗就喜欢吃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哎呦。真吃了，兄弟们。搞点水喝，赶紧搞点水喝，兄弟们。这个是马桶杯啊，这不是马桶，来，这我喝水的。一个字，绝。我们来看看这狗粮里面都有什么配料啊？这是鸡肉，鸡肉这黄的呢？黄的是那个也有，咱有鸭肉，还有牛肉，还有鱼肉，干对，还有蛋黄。Nice 啊，多少钱一袋？129。129，我的妈，一袋狗粮129！我的妈，这么多加在一起168，放车。